你的脸是不是塑胶脸，还是是说整形脸？那可能是相机拍照的光泽吧。长发大眼露出甜美笑容，这位气质正妹在镜头前捏脸捏鼻子，证明自己的美貌喜金呢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说要借由裸露肌肤来得到关注。绰号阿君的正妹不止脸蛋漂亮，尽管穿上高领毛衣仍掩盖不了姣好身材。她因为一张在车上睡着的照片被PO到网络上，意外爆红，更被网友发现她其实是嘉义一间汽修厂千金。她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人，一个女孩子，她要过她自己的很平静的生活。阿君的爸爸透露，女儿个性低调，曾经北漂工作之后回到家里帮忙推销，生意瞬间好三成。虽然身材火辣，但脸书上一张张美照全都包紧紧，相当自爱。其实我们从小给她的观念，就是说，因为女孩子不一定说一定要穿着很清凉、很暴露，不一定要这样子，就是你清纯就清纯，单简简单单就好了。甜美有气质的阿君，脸书超过4万人追踪，却没打算进演艺圈。至于网友最关心的，阿君到底死会了没？爸爸给出残酷答案：好像他已经去年结婚了。记者侯国文、李维珍嘉义报道。